果冻。 这个今天没有化妆。 一定要记得买啊。 你们是有便秘的，比如说吃多的，就晚上吃个六七斤、七八斤的，然后肚子特别鼓的这种。你们去朋友没有负担，然后你们就是有小，嗯，像我一样。你看一下我五月十八号的视频，再看我现在啊，就不用看了。我这两天我的衣服都那两天穿上这还是这样子是吧？这两天就是这样子，看到没有？你们想这样的，你们就就那个啥，就去了解这个酵素果冻啊，就是这个。其实九块九发九盒的，你们看一下，我跟你们发过我的对比照，我过两天我会还发，还发我的，我十八号的时候我会告诉过你们，嗯，一个月的时间我给你们看整个体型，还有整个变化。你看我这两天就彻底变化，我今天是素颜。 出素颜啊！你看，你们看我的就是这些这特别可爱，就这样的，现在就这样的，明白吗？你们想要下去的，嗯，那个啥，想穿漂亮衣服的这些啊，还有这些，你就去看啊。